我们今天在这个猫咪大战争，我们来玩一个新的方法啊！我刚刚看到这个留言区里面单挑，哎，我想到了一个绝好的办法，就是好比说我放一个人，你放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单挑了，单挑了之后，你这个赢了走过来了，我就可以放第二个了。我第二个跟你第一个打打打打打，然后我打赢了，然后我第二个就会走过去，你就再放第二个，然后看看谁最后能摸到塔，就是摸到塔就算赢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但是呢，必须得场上一对一，只有你的人死了才可以放下一个，行，好不好？这个方法是不是不错？先抽奖券，抽奖券，来啊嘎恰，挑那狗马子里七次连续开始吧，看能抽到哪，新的超级西游，我一打。第一个就是哦，第一个就是超级西游，哎，西牛仔，探查机，探查机，哦，又是机甲超梦，机甲超梦，哇，机甲超梦又来一只新的，哎，这个还没点呢，上次，哎，为什么显示那个是第一个呢？对呀、我们上次不是得过机甲超梦了吗？对呀、就这一只 ，Oh no， 上次忘了取得了，也就是说。我们至少可以给他升到个十级，我们有这么多钱呢，十级他就变第二形态了，哦，黑了，变黑了，然后长出来一些翅膀什么的，嗯嗯，哈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喂，好杀酷熊，哇，飞踹，飞西踢啊，超梦用出了一招飞西踢啊，这是，啊，飘，飞西踢，有点帅，有点帅，那么要不再抽一次？1500猫罐头，来个十连抽，你随意，争取出一个新的，你随意，来了 ，yes， 啥十连抽？上次没保存，发条哥，丘、比特，美容猫，来一个，很厉害的魔女猫，边上，哎呦，这一波的超级稀有好少啊啊！飞球啊，新的，新的。出现了一个新的，哇，叫做风神 Windy， 哦，出现了风神，他拿了一个吸尘器，你发现没？他拿了一个大吸尘器，但他到底是吹风啊，还是他是吹风啊，还是吸风啊？哦，取得，电脑学院的，啊，又是美女神，哇，哦。封神，封神去看看他怎么说，他是对什么啊？刚才超梦还没看看对什么效果绝佳呢，我们去看看啊。封神漂浮，给他升到十级吧，第一个十级用不了多少，好，升两星，升了两星了就星哦，三十级可以超进化，哎，嗯，但是三十级很难，哎呀，这个都不够，我这好久没刷了，他是对漂浮敌人效果绝佳，你看他跟雷神挨着，封神雷神，好像按这个，哦，风神是阿尔法，雷神是贝塔，嗯，看到没？贝塔，贝塔，什么东西？那应该是什么？不知道，这是希腊字母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你懂不懂？伽马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以后你们就学到了希腊字母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这才是正确读音。这什么伽马是什么？贝塔，伽马是什么鬼？来来个标准的啊，阿尔法、贝塔、伽马，这样可以不？这可以，就是这个，它是对漂浮效果绝佳，有暴击效果，对漂浮。然后来看无限赛罗，让我来看看超梦啊，无限赛罗这是。缪刺，缪刺是对漂浮效果绝佳，特别扛揍，而且还能暴击，而且还能那个对，然后不会被减慢范围攻击。超梦可以打漂浮绝佳，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双人对战模式了啊。那么今天的规则就是先随机出十对十的两支队伍，然后一个一个的上啊，从第一个我们不要挑顺序了啊，就从第一个开始啊，一个一个的上，如果是打赢了那一方走过塔来，我就可以放第二个了啊，然后这样一直一对一的消耗，看看谁能最终摸到塔。OK， 而且这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弄那种就是，那种就是抽一下，哎，觉得不满意再抽一下，然后几次机会那种，就一次，就一次机会，就是看看谁的综合实力更强一点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那么，哎，现在是你先抽的，一人十只呢，你看，一人十只，不会比很小，哎，你说会不会出现某一个情况，我第一只特别强，然后你十只没挡住他？也有可能，那不大可能，我跟你说，也有可能，来吧，你先
Omakase Yes。跳舞吗？嗯，机甲超梦。哦，机甲超梦，哇，我这边还有 baby 秘密猫，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佛像哎，千手观音吗？这不是？这个我不知道是啥。好吧，该我了。总之我感觉我这次很强，你来。来吧。哦，有武田。哇，你有可能最后一只 hold 住全场，但是武田只打黑的。我用个激光炮给你改了。哦，这样吧，激光炮可以用，好不好？激光炮可以，嗯，可以用，嗯，就但是也只能准备好了再弄。嗯，是不是？好吧。来吧，那就对战开始。这个得给它改成30级，全都是。哦，然后等限制时间无限制吧。嗯。无限制，随便打。90秒。然后就这样行了啊。场地是大。这个场地给它改成最大。浪弹幕是随机，特大。哦，出阵！哇，我对这个新的对战规则很期待啊。嗯。非常期待啊。来，第一只上，一起上呗，一起上呗。哦，好，第一只。我感觉我跑得好快呀。先准备好第二只。来，我也准备好第二只。我第二只是个什么？和尚猫。我是和尚猫。哦，那个。嗯。你第二只那个。嗯，来吧，跳舞猫。我觉得你跳舞猫肯定打不过我探查机。啊，我跳舞猫太脆了，只有50钱。就。哎，对。哎，直接秒。和尚猫上。我需不需要给你改呢？反正我暂时不改，等武田出来了我再给你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摸到塔了！哎呦，我上，咱得把塔打爆才算吧？啊，对。摸到塔的话，有些人超远程。我天，这样打不死你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探查机这么硬的吗？对呀，你探查机太硬了。我都没想到。我这个家伙对什么效果就加我最好给你。哎，足了！哎呀，终于足了他了！哎呀，我天！该超级了！哎，该这货了，这货发不出来就给他干掉。不可能！我这适合给他改成什么？不行，现在先不改吧，现在先不改吧。呀！啊！打他！打他！干！哎！你完了！纯废！你完了，没腿来了！哟，没腿了！我的下一只该。这个暖桌了，踹飞！哎呦我天！我踹，好歹碰他两下。哎呦我天！啊，暖桌上，你下一只。下一只是漂流。哎呀，你下一只是漂流啊！我的妈呀！暖桌一定要给我顶住他！踹！杀！哎呀，漂亮啊！暖桌一下就给击退了。哇！暖桌漂亮，暖桌漂亮。嘿，要足啊，给足。漂流是对什么效果？就是对准备上巨神。现在忘了他们对好对外星效果。他是对外星可以禁止。嗯，哇，暖桌可以啊。好的，那我就是要是哎，你发了一个怎么样呢？什么情况？上吧。我这系统自己给我发的。嗯，要不我规定谁都不用发吧？不行，那我5天岂不废了？啊，5天的时候得发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我天！哎呀，我的漂流也可以。等我要下一页了，我被迫要下一页了。啊，巨神教他做人。我的下一只也是巨神的。巨神。哎呀，这个肯定刚不过。这你还想刚过我的巨神？你下一只也是巨神啊？嗯。哎呀。哎。哎呀，但是我血手，我血手。对啊。我再下一只你就完了。我再下一只是这谁呀？你那是谁？你那跳舞猫，那个扭来扭去那个跳舞猫。哦。嗯。你下一只是瓦基啊？来吧！哇哈！瓦基里杀了！我准备下一只了。嗯，跳舞，戳！哎呦我天，戳不动！喂，我要准备我的 baby， 我要准备我的 baby 猫了吗？哦，瓦基打赢了！哎，这什么鬼？哎，哦，是李小龙，李小龙，功夫猫，杀！哇 ！baby 猫杀了！我的下一只也是 baby。嗯，我们的阵容异常相似。嗯。但你的机甲超梦马上就要来了。我机甲超梦是我的救星啊。你肯定得给他改漂浮是不是？吓，疼，锤死。对，待会儿我给机甲超梦改个漂浮，但是改也只能改掉你一个人。嗯，待到下一个人的时候属性又清空了。哇，一对一暴击。完了，我死，因为你先出招好像。哎，同时出招啊，不对，你先出招。这死了。机甲超梦飘挺快，哈！改漂浮，机甲超梦，撒！呜呼呼呼！哎，双掌星，机甲超梦加油啊！
我要双掌心打好快，我一直会打断我双掌心。师弟，再我怎么踹出来了？终于踹出来一脚，嗨，再来一个，给，哎呀，给死了，给死了，古龙，古龙本来就是漂浮，是不是？古龙，古龙没有属性，不是敌人的话没有属性啊，长毛死了。哎，你古龙为什么不动呢？对对呀、啊，啊，动了。你我这边没有人，古龙不往前走啊。哎呀，蹲下了。方屏猫对什么效果绝佳、哎啊？直接秒杀了古龙，这么厉害。武田也来。我没有人了，败了这一局。我的古龙太厉害了。古龙好高啊！哎呀。啊，古龙风真的。我跟你说，主要就是我机甲超梦打双掌心的时候节奏不对，然后被双掌心白拍了好几下。其实他还是可以的。那也没有用，我还有个武田呢，给你改一下，你机甲超梦也得死。那倒是，哎呀，被干掉了。啊哈 ，Victory 了你。你给我看古龙战力多少？720，怪不得这么厉害，双掌心啊。武田680。570，哇，古龙710战力，我的妈呀，怪不得这么厉害。巨神有多少？巨神有多少？巨神肯定不高，才400。哇，哎呀，710，古龙这么厉害，怪不得打不过他。开始，古龙呢？没有古龙。来，哇，670，640，610，700。就冲着四个大块头，这把赢定了！我跟你说，我是来了来了，认输的人吗？走，胖子，你胖子肯定削不过我忍者呀。那是，你看你这小刀削的，这么硬啊！你这胖子，嗯，崩硬崩硬的。哎呦，有的打哎，19战呀！哎呦，我这 okay, 我这属于水直播呀，这两小兵打了半天，啊撒！哎呀，魔法少女不行，我要准备下一个了。辉夜，下一个是辉夜。你这个是有可能降我攻的。哦哦哦，但是也没降你攻啊，被打到塔了，快点！打这么快？对，打这么快，魔法少女你快死啊！我要上人，魔法少女快死啊！魔法少女，你要不快死？已经红了。你要不快死，要不赶紧打死他呀！啊、什么这？这是什么对决？这什么鬼？魔法少女要么赶紧死，要么把他打死，结果被人把他给打掉了。哎、我忍者拿他也太快了吧！哎呦，